笑皮皮画的好逼真，跟现在的阴天一模一样。哎，这阴天有些不对劲儿啊。多一些色彩就更好看了。我也要玩，大家一起来吧。小皮皮画的黑色才最好看，瞎热心。看吧，小鸡皮自己都喜欢五彩缤纷的。孩子们，有数据显示黑士兵人数还在增加。辉格的阴谋恐怕没那么简单，他制造谣言机械兽是为了让大家重新大胆用手机，而制造冷漠机械兽是为了减少人们的现实交流，让人只能沉迷网络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黑士兵。哎呀，我的纸尿裤啊！危险，别过去！那可是我的身家性命啊！谁干的好事儿？是我，有事吗？没事。没想到你还敢来，怎么还想让我们抱一抱？现在这种雕虫小技可奈何不了我了。大家启动超能金条。是。热情生活，心怀天下，热心金甲武装。召唤神兽金刚。神鹿金刚、灵犀金刚、玄鸟金刚、宝象金刚、魔鱼金刚，神兽战队还在应付着，咱们悄悄地走，就不打招呼了，不添麻烦。糟糕，冰面的摩擦力太小了，圣火金刚不好控制。林冲，当心！真是狡猾。你们这些雕虫小技能拿我怎么样？想跑？救命啊！叶辉，截住婴儿车。收到。小家伙，别乱跑呀！小心！不管你的事，还非要去救，这就是下场。小心！真是顽固，
让我来送你们一程吧。刺骨冰雪，我的世界多美啊，我要把所有人变成白色。这只是你臆想的世界，不是真实的世界。哼，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，我先送他们上路，再来收拾你。放弃吧，你这点热量在我的冷漠寒光面前一点用都没有。赵渊，哈哈哈哈，你谁也救不了，管好你自己吧。他们是我的伙伴，我一定要救他们。赵渊，小吉米。小鸡皮没事，有我们在，怎么会让小鸡皮有事呢？哼！哎呦！你们这些白色世界的瑕疵，统统给我消失！我们誓死守护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，没有势力的可控金刚，无敌神圣金刚，合体！只有我一个吗？我们都是冷漠的。他竟然没事！大家不要灰心，我们一定可以击败他。啊！就这种小血块，根本不痛不痒。这样下去会对我们不利的，部分地方僵住了，行动不灵活。没想到这小雪块这么厉害，见识到冷漠的厉害了，所有人都应该变得冷漠。哎呦，哎，黑哥，神兽战队刚刚救了我们和小鸡皮，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呐。融入我的冷漠世界吧！不能再这么冷漠下去了，现在只有我们能救他们。黑哥，去吧！怎么只有这么点威力？不行，再来！垂死挣扎的小伎俩毫无意义。谁说没有意义？这恰恰证明了每个人的心都有温度。别在这自欺欺人了。没错，温暖的心
是一定会战胜冷漠的。什么？原来就是他变成了冷漠机械兽。